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主题七，我爱马来西亚，单元十四，马来西亚我的国家。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二十四节令鼓。二十四节令鼓，什么是二十四节令鼓呢？二十四节令鼓是以二十四面单皮大鼓代表二十四个节气的鼓艺表演，表演者有各自的击鼓节奏、配搭呐喊、肢体动作和队形的变化，形成力度与美感兼备的鼓阵演出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2009年，二十四节令鼓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二十四节令鼓哦。通常二十四节令鼓需用到一双鼓棒，但是表演者可以用单棒或者是双棒来敲击。以下是二十四节令鼓的基本鼓法。第一种就是敲击鼓心，它的声音是咚咚咚。第二种敲击鼓边，哒哒哒。第三种敲击鼓棒，哒哒哒。所以不同的敲法有不同的声音哦。同学们，假如你们有兴趣二十四节令鼓，你们可以报名参加二十四节令鼓哦。